一切，反正我又痴狂。两杯对饮的故人黄，三碗日月交映两行，四海纵横是风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准备出发了，应该是到海边去看看能不能买到海鲜。如果不能找不到海鲜的话，我就往那个天津走，也就是200多公里吧。今天可能到黄化，也可能到那个天津，就是两个地方吧。我先去海边看看。今天外边刮的风太大太大了。昨天晚上虽然下了一场雨，今天晴空万里，但是外边刮着风，天气也挺冷的。今天就开始降温了。沧州这边今天晚上的温度是-8度，零下八度对于我来说不叫温度啊。还有5公里就到海边了，风也太大太大了，做饭估计都没办法做啊。这有一个码头，是不是可以去看看呢？南排河镇渔港码头。看这渔船现在都已经休息了，这就是那码头。前方路口掉。其实在这里露营也可以，但是这边风太大太大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饭，所以说我就去10几公里一个村庄吧，也是在海边呢，我去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去天津了。得了，海鲜也没吃到也没买到，那我就往天津方向走了。今天到天津，这边风太大了，真没办法露营。露营也能露营，主要就是没办法做饭。在路边这儿看到有卖海鲜的了，我看看有什么，我去买条鱼呀，买条什么的。来点这个，我一样来一点。啊，这个眼界本身就有鲜单味儿。要不我一样来一点就行，别我一个人。啊，行，别。来一点。鱿鱼。来这个，这本地大毛。啊，少来。对，我一个人我吃不了。啊，大量的。这是啥呀？这是海螺，都一起煮就行了。啊，那这个这一价格不一样，这个是吧？啊，对，那个嘛，也是都给你拿。这个呢？价格都给你拿一样价。这个是不是需要那个？这个是那个嘛？得其实它一起煮就行。这个还得去去吗？也没有啊，有黑莓呀、啊，一煮的时候有黑莓，黑莓就没吃就行。这个来一样吗？嗯，我来几个，来几个，别我一个人我吃不了，我旅游的、嗯、浪费。行，就几个吧。行，我都给你买一个假的。好了，买完了，买了那个60块钱的，挺便宜的，10来块钱。买的有几个贝呀、啊，几个是那个鱿鱼啊，别的我就没买了，什么皮皮虾呀、啊、什么的我都没买，还有鱼我也不买了，我一个人吃不了就坏了，是不是浪费？我感觉这点都挺多的。进入天津街了，哎呀，那边就是海，这边在整修呢吧，这边全是养的海鲜之类的。我现在进入天津的滨海新区了呀，这是哪？反正不知道，把我走蒙了。走的我提心胆的站的，哎呀，到一个公园吧，停车了，看看那边怎么样吧。找到停车的地方了，这是一个公园的停车场吧，这边风也大呀，我想找个风小的地方好做饭，风太大不好做饭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先把我那个海鲜弄出来，和我买的这一锅，太多了，我先泡上它，等那个晚点吧，把这个刷刷，就是这个嘛，看到吗？一层这个都得刷，几个小鱿鱼，小八爪，其实没多少，买点这个。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到时候一吃就行了。哎呀，先泡上它吧，完了再刷，先休息休息。